沈杰呢？沈杰在哪儿？哎呦，这不废话吗？我要知道，我还能晕在这儿啊？姚丽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混蛋！你就是个混蛋！你许峥，赶紧过来吧。姚丽啊，做人要厚道啊，别幸灾乐祸的。 你急什么呀？急什么？马上就要见面了，不过我得提醒你啊，在徐峥的心里，你也是个骗子。沈杰跑了，别哭哭啼啼的了，愿赌服输是爱情游戏的规则。 见他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他了，绝对不会再见他了。不会。我要是你，就把眼泪擦干，别弄得自己跟怨妇似的。你眼看着东窗事发，还不赶紧跑啊？留下来给我们当人质。 去哪儿呢？魏先生，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们会去哪儿？他们不会报复我爸爸。这难说，就照沈杰下手这狠劲儿，没准儿正毒打徐教授呢。你闭嘴。 你给我闭嘴！徐峥，徐峥，你就非得激他不可吗？我这花瓶不能白挨吧？徐老大，我要你收购深渊科技。什么？ 我要你抢在环亚之前收购深渊科技。没搞错啊，决策是我，不是你。你最好听我的，因为徐教授在我手上。扯淡。给你看点东西。 给于老大看一下徐教授的音容笑貌。绑架徐教授是你策划的。我说过要置陈万里于死地。我说绑匪在我身上长了眼睛了，怨恨呢。 真是致命毒啊！这是个双赢的结局，你不应该拒绝。抗体在手，你只要收购了深渊科技，癌症疫苗尽收囊中，而环亚倾尽所有也是竹篮打水，陈万里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你获了利，我消了恨，这结局不完美吗？ 15亿，超越了康宁的先进基线。比起日后天文数字的收益，这算什么呀？哎呀，也不知道小杰回来不回来吃饭，都这个点了。 也不知道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别着急，那我去打个电话啊！你打去吧。嗯。哎，徐峥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小杰呢？他不在家吗？我正要问你呢。哎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徐峥，徐峥，你关门干什么呀？徐峥，我给你。此时此刻，我心急火燎的想搜寻到关于我爸的一些信息。 徐峥，徐峥，你出来！
来！你给我出来，徐正！你在小金那屋干什么呢？你啊，电话打不通，总说不在服务区啊，这怎么整？气死我了！你把门给我撞开！哎，好，撞了啊！撞！徐正，徐正，你把小杰弄哪儿去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把小杰弄哪儿去了？你说呀！自从小杰跟了你，就没好日子过，不是被关起了，就是被开除，到底上哪儿了呢？您就别问了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一定把沈杰完完整整的交给您，行吗？不行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要说不清楚的，我就给你……我都不明白，我还想问问老天呢，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们？杰尔伯父，您放心，沈杰不会有事的。我一定把沈杰给您找回来。我现在就去找他，您等着。徐正，徐正，又出事了。你不是说过，只要我帮你拿到抗体，沈杰就不会再受到任何威胁了吗？他人呢？我找不到他的电话，打不通，他人呢？最好给我一个解释，你肯定知道沈杰在哪儿，带我去见他。现在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带你去见他。你撒谎！不要再骗我了，告诉我真相是什么，算我求你了，告诉我。你想知道吗，林刚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爸被绑架了，知道绑架他的人是谁吗？就是沈杰。可能是沈杰，沈杰做不出来这样的事儿，不可能是他。我比你了解他，我有脑袋担保不是他。你给我闭嘴！这样的结果我比你难受。不好意思，还得再委屈你24小时。等我们拿到深渊科技，就放了你。那时候一切的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次和上次不一样，我们之间没有恶意，也没有敌意，是和平的，对吗？因为沈杰憎恨于正，他要向他复仇。这都是你编的，这都是你编出来的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可以利用我，可以欺骗我，可以让我帮你偷换抗体，但我绝不允许你污蔑沈杰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还能去哪儿？沈杰找不着，他有危险，我要报警！不行，你给我回来！快看！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儿啊，徐峥真的相信你打晕了我，畏罪潜逃了。这傻小子刚才跑到你们家去大吵大闹的，希望能够找到一点你和绑匪之间的蛛丝马迹。现在要翻旧账，确实挺残酷的。可是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徐峥从一开始就对你抱有强烈的目的性，他根本不爱你。他爱的是你的身份和你的电脑，所有的浪漫和真诚都出自我这个导演之手，还包括那份让你感激涕零的法文翻译资料。
报警，你这样会把沈杰拖下水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很烦你，我不想和你说话，请你让开，你给我滚开，滚开！不要挡着我的路，否则我撞死你！为了挽回失之交臂的结局，让开！让开！我已经疯了。不要逼我！你这样，这样只会让我更同情你。一份翻译资料就能打动你，你真是够单纯的。没有，没有一点是真的吗？没有，从头到尾都没有。在徐峥的眼里，你不过就是三件物品。花前月下的时候，你是一幅画；遇到危难的时候，你是最好的挡箭牌；而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是最顺手的工具。好了，真的不用到医院去包扎吗？说了不用，你烦不烦？你真的是个疯子！你要真的不想活了，你也不用找我，不用害我呀。林刚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再相信我一回，哪怕是最后一回，别去报警。我只想从那伙人中要出我爸爸。沈杰，我不能害他，我失去他。你终于肯出现了是吧？我不管你是人是鬼，我现在要马上见到你。恐怖吗？不，这就是真实的世界。很多人都在算计未来，但最后还都让未来给算计了。吃点东西吧，别委屈自己了，没有男人生活一样要继续啊。你一个人行吗？真的不用我陪你也好，你现在需要这样的空间，过不去就发出来吧，大喊大叫对你有好处。你还有脸跟我要人？我整整找了沈杰一天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徐峥啊徐峥，你的自作聪明会害死沈杰，害死大家的。他把你当自己人，掏心掏肺的跟你交底，你却反过来利用他，你太混蛋。今天上午我们一路押车去药监会，压根就没见到什么劫车的，我就怀疑上了你小子的当。后来沈杰不见，电话到现在都打不通，我想他一定是出事儿。果不其然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相信过我？是不是？可那天在咖啡厅，我还以为你们在演戏呢。这就是说到现在，你也未必相信我所说的话，对吗？你等着。这是港监会给我的委托书。你看看我这个调查员的身份是真是假，还有我的身份证、信用卡、驾驶证，还有这些名片，你好好看看清楚了。你还想要什么？还想要什么？直到这时我才明白，
我犯了一个大错，一个根本无法挽回的大错。是我错了，我害了沈杰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去对待沈杰。实话说，为了让沈杰帮我做调查，我确实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。可沈杰为了保护你们之间的感情，他不惜跟我翻脸。他爱你那是发自肺腑的。你闭嘴，你闭嘴。魏先生，我想会不会是沈杰因为知道徐峥骗了他，所以心灰意冷躲起来了？应该不会。如果是这样，他至少应该通知我一下。我的预感很不好。你的意思是，真正的绑匪也绑架了沈杰？放心吧，环亚给你们条件，我照单全收。另外，我康宁呢，给你们个人5%的股份，怎么样？啊？我于正龙啊，在商场打拼这么多年，这点魄力没有，那还混个屁呀，对吧？好，你呀，你先通知陈万里那头啊，解除和他们的工作关系，啊，明天我第一笔资金打到你们公司账上，嗯，好，嗯。表现不错，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我什么时候见老徐？合同一签，您就如愿以偿。包括沈杰，真不愧是老江湖。看来我得跟于老大您好好学学啊。你这套把戏啊，是我早玩剩下的，只不过是呢没有你狠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。那您还真过奖了，我这不是不得已吗？沈杰现在的状态非常失控，万一他给陈万里打个电话，咱们就前功尽弃了。现在局势越来越不明朗，如果沈杰真的遭到绑架，那绑匪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想要什么？我也一直觉得奇怪呢。自从这于正龙介入以后，绑匪就不再逼迫我，而是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了他身上。这起码能说明，绑匪和于正龙想法是一致的，他们在搭顺风车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只是等待，看看绑匪们下一步到底要什么。不行，我等不了。等不了也得等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手是谁。徐峥从一开始就对你抱有强烈的目的性，他根本不爱你，他爱的是你的身份和你的电脑。带我去大吃一顿吧，披萨、冰淇淋，能量胆固醇越高越好啊！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买的冰淇淋啊？你那会儿说想要吃。你太棒了。可是我现在减肥怎么办呢？我不能吃的。在徐峥的眼里，你不过就是三件物品。花前月下的时候，你是一幅画；遇到危难的时候，你是最好的挡箭牌。而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是最顺手的工具。我告诉你，刚才要不是魏先生在，我恨不得当场一拳打死你，知道吗？你干的好事儿。逼我！你不打我，你都不是男人。你打！别逼我！还手啊！还手啊！
答案就是。徐峥，你这个疯子！发现我离不开你了，如果让我放弃这段感情的话，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我知道现在的我状态很差，起点很低，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，更加成熟。沈杰，沈杰，不管我们将来要面对什么，不管将来会要发生什么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今天晚上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就跟我的心跳一样真实。你没有权利这么跟我说话，我做什么在你眼里都是错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在乎过我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打心眼里就一直在抵制我。没错，我就是在抵制，因为你一直都在变化，你一直都飘忽不定，你想靠近就靠近啊，想拉远就拉远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你凭什么？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吗？我愿意吗？你一直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的。我一直试图想要靠近你，我兜圈子，我耍花样，我一直在你面前表现得小心翼翼，畏畏缩缩，到最后我都觉得自己像个贼一样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。帮我翻译的那份资料，没有啊，就是你说那资料很珍贵，又没有英文版的，我就送我份礼物，最后却弄成这样。以后不会了。你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说？去给人送文件了吗？你想听实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根本就没给人去送文件，彩灯哪儿来的我都不知道。别靠近我，求你了。彼此都相爱就足够了，不是吗？
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一点，不是吗？好一阵子我都非常混乱。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说的对，有好多事情你没必要告诉我，因为就算你告诉我了，我也没办法去帮你。但我知道我能做到什么，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有我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能快快乐乐的。这对我来说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咱们账上了，我现在去深源科技签约啊！对，我现在最想看到的陈万里那张脸呐，一定跟瘪茄子似的。哈哈啊啊！好，那行，你抓紧啊，徐峥。你们早就知道沈杰不是绑匪，你一直在利用我，把我当小丑一样耍来耍去，对不对？你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？我很忙，没时间跟你扯淡。你给我站住！我要你停止收购深源科技。你烧糊涂了，啊？把大脑理清了再说话。我爸和沈杰都在绑匪手里，你不能坐视不管。沈杰也在绑匪手里啊？有意思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你的目的跟绑匪是一样的，只要你暂缓收购计划，绑匪就一定会跳出来，只要他跳出来，我就能至少能跟他直接对话。小子，太天真了。这场游戏之前我们就说好了，各取所需，对吧？我得到了我想要的，要怪就怪你的运气吧。啊，好啊。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现在就去找陈婉丽，我告诉他一切。你敢？你要是把我的好事给搅黄了，别怪我六亲不认，连你妈我面子我都不给。徐正龙，别跟我提我妈！告诉你，要不是敢在我妈的面，我早把你撕成碎片了！王八蛋！给我往后退！徐正龙，你要玩我拿命陪你玩！滚开！尤丽，啊。啊，这你家马路啊！尤丽，你现在别想劝了，说什么都没用。什么意思？喂，
妈有你这么开车的吗？你干什么？别放！我最恨别人威胁我了，有种你冲我来啊！你冲我来啊！放过你啊！当我再次踏进环亚的大门后，我清晰地意识到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哎，侯总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有人抢先收购了深渊科技。得到了想要的一切，现在能不能把沈杰还给我？当然，我对他本来就没有恶意。少废话，告诉我他在哪儿。沈杰呢？大街上这样对一位女士不好。知道现在的情况。徐峥，你跟我，你放开他！够了！沈杰，对不起，我的当事人要求通知林刚，送我回家好吗？你要干什么？站！徐峥，给我回来！你干的好事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下去！你放我下去！你要是再不停的话，我就跳下去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个伪君子，是个懦夫，是个骗子。我承认，我的确欺骗过你，怀疑过你，我甚至利用过你。可这并不能改变我这颗爱你的心。我做的事情都可以是假的，但我这颗心是真的。你有心吗？一个女人为你付出了所有，你呢？你居然以欺骗来回报她，你根本就不是人。姐，我不能陪在你身边了，因为我是个坏人。可是你一开始就知道啊，人会犯很多错误，但有的错误不可原谅。我承认我错了，我想做些东西去弥补，我想去改变一些东西。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我打人，我被人打，我还自己打自己。现在说的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特别的荒谬。一个人怎么可能？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呢？我为你坐牢，为你毁了我的事业前途还有工作，而你呢？不知道怎么去做，还利用，还有欺骗。你曾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能让我能弥补，我弥补。你知道答案了？我只是为自己在心痛。是吗？忽然有意识形态了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你以为我在乎的是你吗？我就在乎一个感觉，我分分钟能从别人身上找到。你走，走啊！
为什么他不相信我？为什么？老天爷！你什么都看见了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说句话呢？你非要逼死我吗？你要是敢死，我就敢陪着你，我就敢陪着你，我就敢陪着你。为什么要死？我不甘心，我不服气。沈杰，你听我说，放开我，你真让我失望。沈杰。不管我是否真的被人胁迫，也不管我对你说的做的都是真的。包括你亲自翻译的法文资料。怎么想到的？什么？你帮我翻译的那份资料。没有啊，就是你说那资料很珍贵，又没有英文版的，我无法证实我的真诚。事实上，这份爱情从头到尾都建立在谎言之上。闹够了没有？你干，咱们走。做了些什么呀？我以正义为由，结果却葬送了爱情与亲情，成就了邪恶与贪婪。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。我是徐峥。于老大说你不在家，你在哪儿？我在我爸这儿呢。这两天你忙什么呢？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泡妞需要道具的吗？帮沈杰翻译资料。疯了！有多少时间可以让你浪费的？发过来，我搞定。我想自己翻译。你不想要你爸的命了，你竟然在享受过程。记住，我们要的是结果。好。你还想要干什么？有种你出来，我跟你单挑。儿子。爸。